想再版送中 6.9 大游行将届满一年。迄今民众的抗议活动仍持续高涨。被骂翻的除了中共黑手警察，如同傀儡的特首林郑月娥也遭民众痛斥。13日港星杜汶泽在脸书呛声当天过生日的林郑毫无半点存在价值，将会遗臭万年。13日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3岁生日，当晚7:30香港网民在多个商场发起和他妈和你唱，一嘲讽的方式为林郑祝寿。铜锣湾的时代广场、看角的朗豪坊商场、屯门大会堂与荃湾广场等地，都有大批身着黑衣的抗丁者高喊光复香港、时代革命、五大诉求、缺一不可等口号。现场的地上还铺有谴责林郑施行恶政的画像。据美国之音报道，警方在各地的商场或可能聚集示威的地点严阵以待，众多警察冲入商场驱散人群，便衣警察一度向抗丁者和采访记者释放胡椒喷剂，并逮捕数名抗争者。杜汶泽在脸书对林郑呛声，63年前的今天，你老母把你带到这世界，将你抚养成人，他应该没想到当日手抱的婴儿长大后因为样子丑陋而产生的自卑感，导致他好胜他权，成为一个经常以笑遮丑，为了自尊而埋没良知，甘为集权作奴而欺压人民的傀儡地方首长，遗臭万年，黄蓝皆骂的老贱妇。最后杜汶泽奉劝林郑，生命影响生命，你的生命却毫无半点存在价值，根本不配庆祝诞生之日，希望你早点自尽，一死以谢天下。帖文引发热议，大量网友按赞和转发，许多民众对林郑和香港的现况极为不满，并气愤留言魔鬼的诞生，马首鲜血，香港人的悲哀。自从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，林郑月娥完全沦为中共的傀儡，不仅对港人的五大诉求置之不理，而且放手让警察用空前暴力和狡诈手段镇压抗丁者和各类异议人士。香港自由记者和作家。